大家好，朋友们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啊，李承鹏，哈哈，发的朋友圈啊，挺有意思吧？李承鹏说呀，刚才我妈发语音给我，微信语音啊，说有些人你也不用骂他傻逼啊，这个原话如此啊。李承鹏的妈说了，跟李承鹏说啊，有些人你也不用骂他傻逼。我们京剧这行，他妈可能是个京剧演员哈。我们京剧这行就专门有这行，就是京剧里边哎有干这个的，有这个旦角儿啊，这个丑角儿是吧？小生是吧？这个职业龙套啊，谁在台上，他就帮谁举旗儿。上半场曹操在台上，他帮曹操举旗儿。跑龙套的吗？什么匪兵甲、匪兵乙是吧？后边周瑜在台上，他就帮周瑜举旗儿。到了后边，他又帮刘备举旗儿，他是没有立场的。他的工作就是帮在台上的人举旗儿。（括弧80岁的老太太如此的智慧，我很汗颜啊。）然后有人说了，老太太一语道破天机，啊，还有的说老太太三观很正哟，有这样的妈妈幸福哟，呵呵，是吧？其实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啊，甚至说是全部都，也许都不为过。这些公务员啊，这些事业编制的吃公家饭的，包括军人。啊，这个军官、士兵、警察，啊，这个秘密警察、情报人员，全是为了利益。你不给谁开工资，谁给你干活啊？有一个说是为了共产主义吗？反而是那些吃的惨、住的也惨、吃不上、喝不上的、没吃没喝的、下岗失业的、这个捧大地的啊，捧大地、修理地球的老农民。哎，他们有的反而倒觉得共产主义是非常伟大、光荣、正确、伟光正的。哎，他们反而倒是自干五，或者叫自干五，是吧？应该叫自干五，是吧？他们反而是特别维护，越是体制内的越不维护，是吧？说实话，我这个回国也跟我的一些熟人朋友什么的啊，也聚会啊，在18年、19年吧，啊，再早的咱就不说了。他们都知道什么郭文贵的爆料，他们都知道，也都看。我跟他们也交流啊，不过他们吧，在体制内有的时候，你说他身不由己吧，他也沾沾自喜啊。他们沾沾自喜啊，我坐这儿啊，这个只要月初我坐在这儿，到月底就有钱啊，就是那样啊。有的是什么这，当然有的时候吧，他在体制内天天是那些。很荒谬的，很荒唐的，很虚假的，假大空的，他也当真了。我跟他们聊天，有一对夫妻吧，两口子啊，男的是处级干部，女的科级干部，他们就说了，说香港快完了啊，以后就是海南岛了。香港是不行了，这我承认，但是八辈子也轮不到海南岛，对吧？你以为呢？啊，弄几个政策。开几个新闻发布会，吹几回牛逼，你就能赶上香港吗？没有英国100多年的统治，会有香港吗？对吧？当然，中国大陆要不爆发内战，那远东最大的工商业中心、金融中心，那是人家上海，也轮不到香港，对吧？其实香港很多有钱人都是从江浙沪一带跑过去的，包括董建华的家族。对吧？很多国民党的那个将军啊，那个上流社会的人，对吧？陈方安生，他就是方振武将军的侄女，对不对？有很多这种人啊。这个李承鹏他妈还挺棒的啊，挺棒的。我还认识一些警察，警察跟我私下聊，谁来了也得用我们，那意思共产党垮了啊，我们照样有饭辙。当年国民党垮了，那北平市公安局不就那些人，什么邢相生是吧？不就给接管了吗？对不对？
全是这一赖，哎，全是这一套，没有人为了什么主义，没有人，没有。如果有，那是真傻啊！大部分人是汤事儿的，跟那混饭吃的。不过呢，是吧？现在呢，人家呢工资有保障，哎，旱涝保收，铁杆庄稼，就跟当年的旗人似的，对吧？旗人也对他们的皇上不满，但是你让他反，他不反，对吧？到最后，辛亥革命，满清退位也好，被推翻也好，这些人才各自去找自己的范辙。不是有一个著名的照片吗？在这个故宫附近啊，在一个这个，是吧？一个王爷，是吧？也光着大膀子吧，还是穿一个汗摊儿，啊，就比那背心儿还要那什么的，是吧？也拉着洋车嘛，旗人后来好多拉洋车，啊，说相声，是吧？跑堂的，甚至什么搓澡的，干什么的都有，是吧？人就是没逼到那份儿上。不过我知道很多很多人，都是吃喝嫖赌，吃喝嫖赌。就那个和平里交通队，原来我的客户。啊，这个俩警察啊，他们出席了一个饭局，有一女的啊，其中一个男的就非要把人那女的啊，就怎么怎么着啊，另外一个还特别不满意。他不满意不是说这种行为不道德，你有老婆，而是说那哥们儿要办这女的，他没办上，哎，又不满意，跟我这儿发泄。你跟我说我能怎么样？我就是你们一个送货的。但是哎，我知道他们的事儿，哎，还有好多关于国家领导人的都是那些公务员告诉我的啊，什么关于李鹏的那些啊，有的是挺色情的一些东西，还有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姓名的啊，这些人都编排给你编排的特别的那个肮脏龌龊啊，下流低级，都是裤腰带以下的事儿，那些事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吧？我们那会儿跟傻子似的。我说的是1993年，我在和平里综合批发部，就是和平里那个兴化路9号院，在那儿的时候，一个和平里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小公务员老去找我们那个总经理跟他聊天去啊。我是副经理，我在旁边也听着，所以是吧，都是混饭吃的。只要哪一天咔嚓，是吧？这个波兰1989年吧，波兰也是吧，变天了，变成多党制了。中国共产党还派了一个这个代表团去跟人家聊去了，说这个波兰统一工人党啊，就是波兰版本的共产党，朝鲜叫劳动党啊。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垮台之后，你们那意思你们没上吊吗？人家就说了，没有啊，我们就把党证叉叉一撕。刺啦一撕，该干嘛干嘛去，对吧？这我怎么看的呢？参考消息，哎，那会儿啊，我爸那会儿在单位当一个副科级小干部，哎，从办公室黑色的一个人造革的皮包，还不是什么高级皮包，拉锁是白的，啊，没拿过单位一分钱东西，就是拿点他们看完的参考消息来，他知道我好学，给我看。什么苏联侵略阿富汗，波兰的瓦文萨、雅鲁泽尔斯基，是吧？阿富汗的卡尔麦勒，这很多事儿我都是从我爸给我拿来的报纸上看到的。我从小就是对文字的东西，哎呀，报刊呀、书籍呀，特别感兴趣，是吧？你借我点钱不还吧，我就算了；你借我书不还，是吧？我得恨你一辈子。开玩笑，开玩笑啊，李成鹏。是我敬佩的人，但是我听说李成鹏让人家打的差点眼睛给打瞎了，有一只眼睛，谁敢打他？是一般人吗？大家想想，对不对？